昨天中午出门办事情，傍晚在车上看监控，发财又对沙发下嘴了，给大家看看清晰的作案过程。六甲全程都傻呵呵坐着旁观，发财这时候正式开始撕咬。这个傻狗就是跟沙发过不去，我要乖乖对着摄像头坐好，千万别冤枉我。丑八怪可好玩呢，可惜你牙口不好，我才哥给你好好表演表演。夫妻大年夜可以加套菜，炖狗肉。你滚，滚蛋！还吃了，吃你个头！小儿子，爸爸给你吃啊，等一下，爸爸帮你剥好。终于都成我了。爸爸，滚，滚蛋，滚！你个不要脸的。小恰恰急死了。小恰恰不急啊，爸爸给你。你快点呀，一个。滚。爸爸，你牙口不好，爸爸一段一段给你吃，好，对吧？好吃吧？好，好了，乖哦。牛肋骨到货了，拆开每人来一根。小六甲发财急死了，他说我一根都啃完了，你还在干什么？终于啃完了。哦哟，吃点牛肋骨，侬看看叫侬。又到了才哥最开心的看电视环节，明天又是忙碌的一天。春节要在家好好撸狗。